都可以随便写的。Does anyone know you can just like make them bend me well? Is that what we're thinking? 小仙，你签了吗？首先，我为什么要签？签一个，我要签。签一个瘦瘦瘦，我们也要签啊。签盖死黄旭东哦。So is it editor or laser? For the e laser. For the. Sweden. Arnold. Yeah. For the swarm. 为了虫群。For the swarm. 太恶心了。Arnold. 捡回一条命。从败者组中的败者组定啊，这是我们英文解说 pick。二这个 next pick。听错了，英语在直播，所以一会儿私下再说。啊！想了一下，不太方便。啊！敌人从败者组，你知道就好了。Have you sent already? Just sent. 我看到了，没啥用。那个 Barry Bain 是诺亚的。这也能签，是买彩票吗？哎，前瞻几呢？不签名？买彩票吗？前瞻几签名啊？来，来签名啊！为什么会要签啊？要签呀！这我是怎么有个笔帽呢？我们看前瞻，其实他丑陋的字。来看。妈的，你看得懂吗？哎呦，我靠，好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哎，怎么办？哎呀，他们写的都很不。来，你来写，我来帮你拿着。好。其实我先发现外国。要。哼。哦，有。哎，哦，这你在充电。好，可以了。那你要写，我写的，我写的。啊！他没说什么呀，他说就这样。我操你妈的，这什么情况吗？为什么你在我后面？被抓了。为什么在我后面？干坏事被抓。哎，黄旭东就在旁边。黄旭东干死黄旭东怎么办？没有，来，我跟你说，不要拍我的脸。看死我了，这都。三，我的死是不是写错？我的死是不是写错了？写错了。哎，这写错了，这怎么写的？哦，对，我知道这了，是你啊。Sorry。中文太好。写了花吗？中文太好。怎么还有如实的我们？等一下，这个笔标呢？可以是我们。Do you know anything? It's directly. Is it? Yeah, he's like, no. But he's but he doesn't live in the world. Oh, he's amazing. Wow. 不用写。好，我们来看。为什么我这里有个笔帽？黄旭东的。看，哦，有点反光，你看到了吗？黄旭东干死了黄旭东，然后这边也干死黄旭东。哦，还有人签名。弯了。这样吗？还没背，还没背重启。怎么办？感觉移情别恋了呀？这谁啊？原地被抛弃了呀？感觉。好呀。然后你可以问他那个致命的问题。Have you done a signature? Thank you. 帮我拿呀。好呀。他这个三老师面如死灰，真的。前面有什么？还可以啊。比较我选这嘎姐，我都快被掰歪了，非常太帅了。这还喜不喜欢你？那他应该是喜欢男人的吧？我靠，居然有人说嘎姐胸比你大。对呀、啊。去他妈的！我跟你们说，告诉你们，本宝宝摸过，不要乱说，没摸过没资格评论罩杯，好吗？一群屌丝，你要说那个像迷你那种是吧？看起来很大，直接死机了，看起来很大，对呀、啊，那种都是假的好吗？那是板上钉钉好吗？不过有一句说一句，迷你还是挺漂亮的，她长得还蛮好的，脸真的是挺好看的。所以她到底在翻什么？我靠，你为什么签的？好激动！原来你是一个很……哎，怎么糊掉了？糊掉了！对。
要签吗？就是签到的啊，不就是签名墙啊，是的。不对，我就是故意派人的。为什么要来我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这次比赛帮选手翻译的。就是、翻译的。其实这两天带完选手吃饭之后，他们都叫我大哥。哦。没事，没有叫Big Boss, 没有叫爸爸吗？Big Boss 呀、yeah. 哦！这种上来叫好哥哥的，你妈的！为什么说我好污啊？对，他们都说你很污啊。我说的是什么？而且上一次破了嘉年华，是不是已经很污了吗？我嘉年华是什么？下个月是什么活动来着？然后你跟九幺，然后跟小高他们一起。哦，那已经很污了。我没有，我就说西湖裸三是吗？哦，我当时调戏九幺的。嗯。你哪天被乌鸦王污了，你就知道了。我跟你说，污不过我的。啊。他污不过我的，九幺污起来也不是人。不，我跟你说，我就是真实版的写照，就现在的妹子说个黄段子是为了让你脸红，不是为了让你说个更黄的段子。是的。哦，好的。好，有粉丝来找简本合影吗？3, 2, 1。蛋疼吃了。九幺不是我爸的、嗯，但是你平常好像也不怎么说话呀。我说话很多的，没有。出现了奇怪的声音。对啊，偶尔大半夜突然冒一句话出来，然后人就不见了。快点，你快跟阿杰合影，阿杰要跑了，快叫他。不要戏名信吗？哎，好。向前一点啊、哦！1、2、3。同学，我们是不信。不信什么？不信我这么瘦，是不是？我知道的。没有啊。好，同学，我们都是信科。刚刚教练们刚刚都先抓选手都跑路了。没有工作人员，后悔了吧？没有工作人员，当时说不能啦。行吧。我也做了嘛。这本太早。啊。对呀。Hi, Alex from Casting with Lucas. Can we get a picture with you? Yeah, really quick. Okay. 他想跟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哦、oh, ，OK，OK，OK、okay, okay, okay.。行嘞，这。How do we? 谢谢。Oh, that'd be great. Okay, cool. 拍吗？谢谢，谢谢。好。呀，拍的还行啊，我的脸好小心哦。哎呀，你旁边是黄旭东嘛？那说的也有道理，我最喜欢跟黄旭东一直拍照。总拍脸都小。哦，九幺他在准备比赛，他一会儿要打那个第一场暖场赛，就是他要上，他在准备比赛。那你不是有他头像吗？没关系，他上场的时候你们高呼三叉戟就好了。他缺了不少三叉戟在哪里啊？嘎姐已经进去了，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你们抓嘎姐的。但是工作人员不高。没关系，只能等下次。小萝莉，陆特丹也。罗总在黑吗？不是，他平时说你矮，然后我在为你辩解。我和罗总，那种你是不是今天跳舞？我不明天跳舞，明天跳，不要跟我跳舞，都跳，三叉戟，能不能拍一张？那你前几天干嘛那么辛苦的排练呢？明天跳呀，这边还在直播，明天跳。好了，我今天来直播了，我就想去拍。你先帮我拍一张，好不好？谢谢，帮我拍一张。然后你呢？一个一个了，兄弟，多少辛苦一点，还有我一个啊。好，3、2、1，谢谢，我们合个影吧。弄种笑的，弄笑的，太凶了，是吧？太凶了。3、2、1，茄子。好，开心啊！下班，终于见到活的了。你等会儿，终于见到活的了。把这个拿给我吧。三叉戟，这个保安让他把它塞。谢谢。三叉戟，把三叉戟带进来了，我靠！你们不是断在哪买的？在哪买的？对，淘宝吗？淘宝几块钱？多买点，过来卖好吗？孙一峰呢？哦，这可以的，卖到咱现场卖啊，卖三叉戟啊！孙一峰要比赛，星期一啊！太邪了！我罗贤不是要被那个？谁在呼加班吗？守护者诺总。对啊，我先把包。好。
太喜把包给我们去看。好，这边烈焰红唇来了，你们的。啊，哎呦，我把这个胶带再铲一下。淘宝上买的。淘宝上。他们突然跑过来干嘛？他们突然跑过来干嘛？我要知道他们偷偷摸摸的要干什么。Sentence or signature? You can. 这是什么？他对职业选手的寄言，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成为你将来非常酷的能力。不，这个只针对有天赋的人。不不，就是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慢慢的成为非常有天赋的，非常有非常酷的天赋。天生的，我觉得他这个话太假了，都是天生的。Oh, anyone can like this? Wow. Giant guys. He just capitalized letters. Still need sentence though, right? It's okay. It's okay. Thanks. It's King Kong here. Hello. 你好。欢迎。大家好。没有，你不问他点问题啊。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here. 谢谢大家，然后能把我请到这个场馆来。Any more? Maybe next year. Maybe champion. 明年我再来的时候，我希望能得到冠军。然后他今年是其实因为那个还没有拿到那个居留的签证嘛，然后就被不能参加，对，不，其实能参加那个海选赛嘛。啊，好的好的。你问问他，就是觉得中国选手怎么样？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hinese StarCraft players? I think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Number one is Korean. 啊，他觉得中国星际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韩国目前排第一。Asian is very powerful. 啊，中啊，他说亚洲的整体水平都很高，都是高手。嗯。然后你觉得就是对于爵士的发挥怎么样 ？What do you think of Mysteries? I think it's very good, very kind and very good, potential. I think he will grow very soon.他说解释人很好，然后人很有礼貌，然后他也有很大的潜力，将来会有更高的成绩。好，让他评价一下小明，觉得小明可以走到第几步。What do you think of Todmin? If he can go any further? Todmin already i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他说土豆明已经是世界上很好的选手了。太会拍马屁了。Yeah, where can do the players in China? 好，谢谢 ，Thank you。谢谢，谢谢。这边选手在聊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玩。我们去选手休息室玩吧。那现场开始已经坐了很多人了，开始慢慢的。然后这边是有周边商城可以买东西的。小明应该还在准备吧，他在里面吧，应该这边是周边商城，孙一峰也还在准备，选手在准备的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他。我能和你合个照吗？帮我拍一张。哦，你等我把你拍。这边光会好一点。哦，好的好的。没有，我需要控制。哦，好的好的。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后台的范围去了。那个毛毛推的人都没有了。来，我等会儿去时间来回跑。欢迎。哎，解释我们那边。喂喂喂，不要躲吧！各位，我现在说一下本次的一个关键事项，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比赛是从12月开始。
没有，我心很。然后由于现场灯光较暗，所以说和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请大家管好自己的包袱，说点什么。你不给他们说点什么？我就说下次我一定会，然后再也不会去给玩鬼了。下次什么时候穿小鸟装？是在、哦、他们说的，你只要穿了小鸟装，什么事情就没了。这件事情就算了，真的是这样。真的呀，你看到他们说的，杰士你很强，加油！但是你要穿小鸟装。但是的事情，但是的事情去掉。在场内的，那你要穿小鸟装啊。餐厅大家。冰天说他可以替我穿。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事情？诺总说他可以替我跳舞。如果说，诺总说他可以替你跳，但小鸟装肯定还是要穿。如果说发生这个事情，你要知道这个。没有关系，请大家注意我们左侧右侧后侧的安全出口有序撤离。穿小鸟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想想，你夺冠是不是也还是要穿小鸟装？这个又不冲了。加爷，反正台湾人带来了吧？带了就先，他已经在里面待命。来了，新马桶都已经就位，今天的厕所一切安好。多多解释，他们不是已经确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话都不要多说。这个是新麦吗？你知道吗？什么？他今天姓林。啊 ，Snoot 来了。Hi Snoot。It's a Chinese audience streaming. But we have got something. 所以他现在是要去调试了，对对对哦，他要调试了。是有点在。我靠，这把头发剪的。什么时候剪的？觉得帅。帅吗？不要管我，让你不要管帅。妈的，我是媒体，不好意思。你他妈！你神秘！他妈的是上海！一会儿接所有的工作是交给你了。没有，我进不了，这里前后逼。哦，对，你出来不了。上海吧。好了，我们去后台了。啊，去后台做准备啦！一会儿12点就要开始啦。我们十二点就要开始啦。哦，网吧赛的时候，我跟 Sport 有打过一场。对，在哦，大连姐姐在这里，可是翻译不在，怎么办？哎，艾丽在这里，可以艾丽帮忙翻译一下。可以帮我啊，刘姐，他们想要跟大连姐姐 super cute， 他说你特别的 cute， so cute， yes， very cute， 非常可爱，特别。然后说。然后他们说想要问一下大连，他们跟他们说，在中国的粉丝很喜欢大连姐姐，说她很有超有气质。Okay, all the fans here in China loves you very much, Nick. You know you have a nickname here. What is the nickname? I 能告诉她她叫大连姐姐吗 ？Yeah, you know that. That's great. Big face sister. How heartwarming. Yes. Hi, you're so far away.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Morning, guys. 其实也没有，他们只想表达很爱大连姐姐。Hi. Smix, they don't have any question for you. Look at here. Hi. They don't. Look here, Yeah, I'm looking. Okay.They don't have any question for you. They just want to say they love you very much. Oh,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you guys from your big face sister. 哦，然后艾莉也有啊。然后他们有说你，他说他们经常看你的那个英文节目，跟你说英文的。Oh, really? 真的有看我的节目啊？太感谢了各位，谢谢大家关注。我是用一只手玩。Oh, you look so good on camera. Oh, really? Really? Oh, really? Thank you. 我是用单手玩心机的人。我很弱，但今天我一定会把所有的语言工作都做好。他们说他们都看过《奇葩说》。对，我是草创爱，但今天没有人欺负我。好，那这边好，这选手他们都在准备了。这都是主播，都是主播啊。Oh, Lucas talking. Guys, you wanna say hi to？ 有多少人在看直播？1万5 Yeah, it's live. There's 15,000 people watching what? Watching this. There are 15,000.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your fans here in China? Come on, self introduction. I gotta translate. I don't know Chinese. No problem. I will translate. I'll do the translation. Yeah. Stuff like that. Yeah. Okay. So just thank everyone.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who's been supporting StarCraft 2 and.
Look at this. Off rocking, of course, internationally. We're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And it's great to meet both F21, Xiaoxu, and Mayuki. They work very hard as well, and it's very inspirational. And of course, I'm very confident that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run because we've got Pig and Rotterdam hit and Sue as well,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各位，这些都是国际知名主播，他们现在都非常激动。刚才大家说，我给大家讲，有15000人在看的时候，他们都吓尿了。所以下午的人更多啊、大家的话，希望多支持，也看一下我们外国的主播。我是话外音，大家能听到吗？能听到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打个一。Yeah, I said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press one and then listen. If you can hear me. That's so cool, right? That's how we do it. 其实我们都在看你们的直播，所以想表白的赶紧表白啊！我们抓紧时间。你们喜欢哪个选手？喜欢哪个解说？或者喜欢大连姐姐还是艾丽的？你们刷名字好了呀。他们好的，蛮喜欢鹿特丹的。鹿特丹，鹿特丹，鹿特丹。How do you say, Alex? Are you going to make a greeting? Greeting? Yeah. 你好。Yeah, 你好。你好，来我 I don't know any yeah no problem. Let me teach you a very good Chinese. 干死黄旭东。干死黄旭东。That's the way to say hello. 干死黄旭东。干死黄旭东。对。对，干死黄旭东。That means hello in Chinese. 干死黄旭东 from your big face sister. That's a Chinese slang, very popular here for all the StarCraft players. That means gonna kill the guy whose name is Hoshi. I'm sorry! No problem. We all see that. Who is Hoshi? Oh, really? No, it's a way of showing love. Oh, here in China. Yeah, if you love someone here in China, you just say, I want to kill him. No. It's like, you guys are from this inside Yeah. Okay. 干死黄旭东. If you see that, all the Chinese StarCraft 2 fans will know you are part of it. Don't say it's so cute. Let's do one more time. We are not Chinese. Here is Hoshi Dong. Do it one more time. Say it again. 干死黄旭东。3, 2, 1，来！对，太好，进攻这种感觉。They are crazy, they are going nuts. All that 666 means love here in China. Actually, I don't even know why. I'm so sorry. 对，我真不知道666是为什么。666玩的六。No problem. All right, guys. This is all the Chinese questions. This is. You guys know each other? Xu Dong 哥认识吗？认识。认识啊，他们也特别喜欢。我经常管他们噻。对。Hi. English version. 单标。哎，你站中间要跳舞吗？现在有多少人了？现在有多少人在看？18000左右。Now it's about 20,000 people watching this. Wow.斗破天团接到战火了。He said that in the afternoon there will be more like 100,000 at least. 有20,000吧，估计。哦，那比赛肯定会有的。Yeah, once a game, 200,000. Yeah, big fish. Why? It's saying hi. It's saying cute. Okay, 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Say something. She's the big boss at Blizzard Esports. Hi everyone, this is Kim Fawn. I'm senior manager at Esports at Blizzard.
这是暴雪爸爸，暴雪老大，电竞老大，电竞老大 ，eSports 老大，各位赶紧认识啊！从美国过来的老大，专门从美国过来的。Come on, let's do this. Let's use this chance to. This is already on, guys.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your fans? You can com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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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 Hello. Hi, Freely. E-sports. E-sports. 他们都开始叫女王了。Boss, they are saying that. Listen, boss. Wizard mom. Wizard mom. Mother Blizzard.Big Daddy Blizzard. Queen, Queen, Queen. Yeah, that's it. One of the Warcraft. Warcraft. Okay, now they're saying Kerrigan now. Okay, so it's kidding. Wow, a lot of like mom. I'm a mom. Oh, you're a big face sister, and you're the mom. Now we just need a brother. Actually, really fun to have a chat on stream. Yeah, really cool. I won't play Overwatch. 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抓紧问。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要问他们问题的？问谁的？守望先锋，全部在我守望上。我已经跑了，好不好？已经跑了，跑出了。守望先锋的话，好像今天这次比赛的话，会有一些东西公布出来的，但现在保密啊，到时候大家看比赛应该可以看到。哦，他们想问大连姐姐结婚了吗？哦 yeah, are you married? Am I married? Oh. They're asking you whether you're married. Oh, is it because of this? This is from my father. 哦。大连姐姐没有结婚。她的戒指是她爸爸给她的，她没有结婚。Apparently they like over. They're asking if they're going to bust parents.他们还想问会不会拍星际的电影啊？问一点正常的问题好不好？其实想跟嘎姐聊个天 ，Scarlett， 他们想要和 Scarlett 问做一下这种采访的。好了，我跟你说的是嘎姐，为什么她拉到 boss 去了？官方告诉我们无法回答那个问题，因为现在采访。他们想要跟 Scarlett 聊天 ，Scarlett。就是朋友啊，三十岁了，就是朋友。就是那个晚上一两点打的电话呀，那种。
钱还不要了。我在我包包里面。就拿一个给你就需要。好的。拿一个给你就需要。然后今晚今天就陪着去。干死我！是的。好丑啊！一米三六，我矮行吗？我一米五，我一米五还好。一米七四。他说一米七四，你怎么办？叫嘎姐说干死黄旭东啊！啊！哎呀，他就没有叫嘎姐说干死黄旭东啊！不是你们跟黄旭东怎么？有仇吗？Scarlett, they want me to teach you one Chinese sentence. This means hello in Chinese. It is. 就是点，就是点，这个东西就是点，点，点，点。就是 hello in Chinese, 就是干死黄旭东。干死黄旭东 ，that camera。干死黄旭东 ，that in look at the camera。Can you say it again? Yeah, yeah. 干死黄旭东。OK， 好，我要去该坐下了。好了，你要做直播吗？因为我要上台前。没有没有，我先点就好了。各位，我们回头再见啊！好，各位，拜拜，谢谢。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啊，要准备上台了。我的包，OK， 这边。你们十二点也开始上台了，十二点。对，我要准备上台去了。好，准备上台了。这个我就干脆把它交给猴子，让 B 天来接着帮你们弄一下。我上完台下来以后再听你们接着弄。这个炒粉哥哥，没有事吗？今天我来，帮我拿一下吧，我要上去了。然后你帮我拿一下，如果下来的时候我来找你拿。在直播？对啊。我靠，你让我帮你播？你不是，你帮我播一下现场的那些什么呀？还有主持台的，交给你玩了。先换人完了，我一会儿下来再找你们。还有人吗？我想找 B 天来着，但是我没找到。那我先去找一下 B 天好了。麦老爷是怎么样？麦老爷 OB 啊。哦。麦老爷是这一次可怜的 OB。哦，甲方。好了，我要上解说台了。你们为什么上错台子了？副导跟我说是这边。没有，中文在那边。副导跟我说。喂，台子掉了一下。妈的，资历能高一点。啥子？你要坐中间，我也觉得没有问题。不，好吧，就中间吧。这个椅子怎么移啊？来，解说台全视角给你们看舞台了。
时候我们会选择完成以上，好吧，就是上面
王东青微难为一下吗？我操，不要迷信，我操！就说一句，您一定找不到工作，你一定找不到工作，你这样是找不到的。找不到。马云提醒你好。报选准备 ，New TV 直播的2016星际争霸 GPO 黄金国际团队赛 WCS 世界赛中国站。大家好，我是本场的解说马云，李小新。大家好，我是罗查理。本次呢依然是会有个竞猜 WCS 世界赛名媛购时空的活动，现在请登录 WCS 中国站的官网参与 WCS 赛事的竞猜。参赛呢就可以得到时空职业的一个代金券，免费获得时空职业机会，就这么一次，赶紧的去试试吧。这个比赛其实我们比赛还有15分钟来开始。对。为什么我们三个要上来呢？因为是我们三个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次比赛。其实小组赛已经打完了，我们想聊一聊这个小组赛的一些过程，或者说我们想看看八强啊，这个我们要来预测一下，看看八强到底谁能够晋级，谁能够拿到比赛的冠军。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我的预测最不重要。你们两个，首先你是第一个，然后这是第二个。你们的预测出来之后，差不多我觉得比赛结果都快出来了，怎么办？啊，不要迷信好不好？不要这么。现在是要相信科学，唯物主义，相信科学。建国后了是吧？啊，建国后不能成军。哦，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先来猜测一下，看一看。对，今天的我们看看比赛的安排吧。第一场是有一场表演赛啊，特别要猜吧。经典中的经典的 F9 这个螺旋比赛，大家可能 F9 经常看到螺旋，好多年没见。这次我看到他，我第一句话是：“你长胖了。”他回我一句：“你也胖，你也胖。”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啊。然后第二场是 Team Dragon 要对阵小明，这是第一场8进4的比赛。然后剩下是 Nature 对阵 Smooth， 有一在中间的第四场比赛会有个明星的指针官表演赛。对，指针官表演赛是 Scarlet 和 Smooth 要对阵解释和探奇，是中国的一个双雄组合，要对阵的是。欧美的双雄，然后接下来是 Huston 要对阵的是 Hans， 最后一场比赛是 Scarlet 要对阵 Han。 好，现在可以开始预测了。那我们先不说正赛，我们先说一下表演赛 F 主要跟罗贤的比赛。这不可能。两位怎么看？这有悬念吗？这有悬念吗？主要不可能。主要对星际一至少在我的了解当中啊，5年没碰过。5年没有碰过。对，5年，因为星际争霸二差不多出了5年多了嘛。星际争霸二出之前，可能那段时间他就没怎么碰过了。当年他的最后一战，号称是最后一战，就是输给女拳手那场。Cosplay 的那场。那场比赛之后呢，罗贤在这次比赛当中就骑在了主要的头上，因为罗贤打败了 Cosplay。所以在那场比赛当中，大家的实力已经分出胜负。但是呢，主要一直不跑，但就没机会跟罗贤打，因为罗贤没打星际。这5年时间过去之后，我看了一段时间，罗贤跟我说呢，他上一个月开始没打星际，但是他这个月我看他其实平时打的有点多的。他说他上个月开始没打，就是这一个月没打。哦，我还是解错，是这一个月没有打。他一直在直播嘛，他一直在直播，所以我觉得罗贤的实力应该在主要很上面的。就是从他直播上来的实力上来看，应该还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但主要在打之前跟我说，他还是有那么点机会。我说为什么？没打之前五五开。没，他说了两个字，智慧。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接他这句话了。我说那你好自为之吧。只有前10分钟是有机会的。他如果前10分钟可以把螺旋直接打崩的话，他还是有点机会。10分钟以后就直接没完。你也了解他是10分钟之前的。太了解了。因为他俩第二基本上是也是个样子。然后第二场比赛的话是正赛，对，第二个要对阵小明。从内心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是希望小明能够获胜的啊，我是希望。但是从实际分析的话 ，Drago 可以说是非常最好的。是的，他在小组赛表现是一个 IA 分析非常轻松。打 IA 这场比赛，你看完之后，你说这个 Drago 对 GBZ 的这个理解是非常彻底。这边我之前呢也查了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吧，他大概在
整个职业生涯的胜率是 CVZ 是67.62%，这个已经很高了，很高。但是他进入到区公就虽然降了一点，但是还是64%，就是在大概是在一个65%的一个保持得很好，基本上就是他对于这个理解很高的。对，而小明的 ZVT 宣传非常非常好，小明的 ZVT 在进入明星之后其实有点抬头，达到了一个62%的一个胜率。但是说实话，小明在对抗的强度上来说，因为 PG Dragon 打了很多，而且之前他是靠 PGZ 在 Dreamhack 拿下了冠军，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整个实力应该是在小明之上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自我预测 PG Dragon 3-1，对，3-1，小明应该进不了。小明的话，因为他的 TVZ 在小组赛的时候准备也是非常多的，因为他的那个小组有两张抢的皮嘛，一个是解释，一个是 Hus， 他也是赢了第二次的 Hus， 他的风格非常明显。PG Dragon 的话，他的 PVZ 确实是非常的强，所以要我看的话，其实我内心是非常希望小明赢的，因为他之前是我之前的队友。但是，那我看到3-2吧，大家理智，3-2。那我只能跟你们不一样了，因为我相信小明的话，他在特别是在比赛像这样大比赛，他肯定准备了很多的，而且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去准备的话，我觉得他今天说不定会很漂亮的打一个3-1。小明3-1，对，就那么有自信。小明3-1。啊，不是，他这个事情是跟你反着来的，你知道吗？哦，就我预测的话，是你给了他信心了吗？是。哦，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到底会不会小明能够杀出其他吗？我觉得这一次对于希望的，对于中国的选手、中国的观众来说，包括中国这次比赛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小明现在是唯一一位现在还在上面的中国选手。对。这个毕竟是我们的地盘，对吧？是我们的场地。我希望小明把这个奖金吧留在第一名的奖金留在第一名就好。那你怎么看后面的一场？后面一场，第二场比赛。Natural 对阵死路者，对吧？如果从大家平时来看的话，可能从名气上来看，大家觉得死路者可能要比 Natural 要大一点。但是好像只有他那个非那个全球排名啊，好像那就是最高的。对 Natural。整个职业生涯，我大家让他打多少场比赛？整个职业生涯从他应该是一年出道的，一年到2016年，他整个职业生涯打了8000多场比赛，非常夸张，非常夸张的。这是比赛，我觉得我整个量加起来都没有他打比赛多。大概就是打了一个8000多盘的这种，哦，应该是5000多盘，他是5502场，然后是赢了3707场。这个胜率也很高，比赛打的多，胜率还保证。整个胜率是67.38%的一个水平啊。然后他这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他进入到虚空之后，虚空到现在一共就5个月吧，打了800场比赛。他打了858场比赛，然后整个胜率保持在72.49%，太可怕了。而且那天他在他的那个组里面。全 CVZ 的小组，他基本上也很轻松啊。对，他的整个对抗当中 ，CVZ 的胜率，职业生涯是70%，然后进入到虚空，高达74.43%，你就知道他的 CVZ 有多么恐怖了，对吧？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呢，他实力是很有的。他实际上是欧洲现在最好的，斯诺特可能是在同一群之间的首发。稍微强一点，强一点，但是他进入到虚空之后，他应该是欧洲的同时最强的选手。而斯诺特这位选手呢，说实话，之前我一直不太看好，因为我觉得他打得有点弱。他的打人这个风，就感觉就跟普通的那些选手很像。他风格是奇怪，对。然后他进入到虚空之后，没有到重启那么强势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之前的军方安全的比赛当中，他 A B Z 站到了海。这个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没想到他的信心一下子就出来了。对，而且说实话，中国是他的福地，中国是他好像来了中国以后，他的战力飙升。对，上次在金秋的我们的那个黄金邀请赛当中，斯诺特也是拿到了冠军，对吧？我觉得他过来有可能会创造奇迹。但是呢，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从来不乱预测，所以我觉得那是应该3-2的。3-2，你可能觉得打斯诺特还是有来有回，然后险胜了。因为 Snooter ZVZ 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有时候我们没法去判断。Snooter 其实他的一个就是准备非常的充分，他好像每次都是会把所有的情况都预计进去，然后就感觉他就是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他好像都在计划里面。他防守防守，他最关键的是 Snooter 的动作非常强，你感觉好像是要打赢的，但是他就是直接防守，这一点其实跟以前的杨家正很深入，他们
但他对防守本身的工作有些时候其实不大的，而 Nature 是一个进攻型的，有可能是打着打着你会突然发现球手术了，有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事。卢总，卢总，因为在广告赛我也见过他的 CVC 啊，在广告赛他不要说，不要说是见过，就是打过，他打过，打过，但他的基本上那个时候他的风格没有发挥出来，他基本上在采取一个最稳最亏的跟你打。但他亏着跟你打依然可以赢的情况下，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看不起你，不光是我，还有一个这也是一个死了。PKGG， 中国最强冲击，看不起你。是吧？你反正找个垫队的嘛。其实拉了在，你要知道你是我们队的三叉戟。啊，不要把我归为那种三叉戟好不好？那天不太断的，我们很心痛的。这没有办法，因为确实他的 ZVZ 在知道在中后期对抗 Nature 这种强暴蟑螂的打法，他不知道会怎么应对。因为 Nature 在小组当中提前出来的 ZVZ 的风格，今天我解说比赛嘛，他莽蟑螂打赢了，莽得非常好。然后整个开赛的阵型掌握得很好。然后呢，他打 Scarlet 龙狗，他选择龙狗，然后绕狗把 Scarlet 这种专门打龙狗的选手绕得昏天暗地的，所以我觉得 Nature 是个很全面的。而且我感觉他，我看了那个比赛嘛，然后他飞龙的对拼，其实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失误什么的，感觉他飞龙操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他能够利用各种的去牵扯。大局观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那局可能三比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预测。那我还没出来呢，那我觉得那是不是他赢了我，所以我预测他三比二赢那球。那你们都三比二？谁威这不好说的，谁威这真的不好说。这接下来怎么办？这个我不能跟你们相反，我还能。我也觉得那时候应该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是3-1。3-1，然后。下一场的话 ，Hastings 打 Hus。西维奇，他这里跟大家特别解释一下，应该是本来是 Sirius 是晋级的，蒙古小国是晋级的，但是由于是蒙古小国在特殊的有一些犯规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训练当中有一些犯规的情况，所以这边最终判罚是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由小组的第三名 Hus 扑上来。然后 Pass 说实话是一个很难的 CVP 很强的选手，是一个有可能会创造奇迹的男人。当 Pass 上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前面我们就在那个说他不会夺冠吧，我第一反应是92年的 Denmark 04年的希腊。我说他不会夺冠吧，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后面的晋级之路嘛，就是如果他打 Hastings， 首先第一个 Hastings 是这两天，因为也是今天早上才判罚，所以是他准备的，他应该是不知道要打 Hastings 不知道要打 Hastings， 在双方都不知道要打 CVC 的情况下，两个人没有战术准备的情况下 Hastings 的战术我相信会创造奇效，创造奇效，所以 Hastings 现在是非常的难受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要面对一个你根本不知道他如何出招的球员，然后他还没有准备。对，然后但是哈斯汀说实话打法呢不太准备特别多的，我们说的战术，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走自己的流程，因为我看他小组赛当中并没放弃战术，全部是打进的，而且每盘运营都还是属于那种开局我可能会亏，我可能会亏，但是就靠自己运营，靠自己操作一步一步打出来，他的整个风格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哈斯汀的整个职业生涯上来说，他的 PVP 也虽然是他最强的对抗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是60%，但是进入到区中之后他只有50%。啊，这个胜率其实就不是很稳定了。对，所以我觉得，说实话，哈斯，我希望他创造奇迹，我希望他创造奇迹，因为我特别想看这种就是就上去就夺冠的运气，然后突然就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说不定就降在这个努力去就。就刚我在后台也跟他说嘛，我说夺冠了怎么办，他笑了一笑，微微一笑，这种感觉就让我想起了狗哥，你知道吗？不过呢，我觉得他夺冠有个前条件，就是不要让 Z 跟他打，他的地位这确实不是很软肋，就是他软肋，所以说但是我说我为什么我说他有可能夺冠的很大一个原因，我都给他设计好了，下一场比赛他可能就把 Scarlett 干掉，他又打上面，然后上面那个 PD Bravo 横扫上面的所有球员。已经给他铺好了路。好，他是冠军。那一旦他碰到 Z 的话，基本上他就走了。基本上，所以他是要夺冠的机会是很少。好的，那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先把大概的比分讲。反正。
高贵的族人们沦为难民。但是虫群无法摧毁我们的意志，因为神圣的卡拉连接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让我们在绝望之中团结一致。大赛致辞，有请强哥。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2016年悉尼3x2环境国际挑战赛 WCS 系列锦标赛的现场。我们已经聚集了全世界的悉尼3x2的高手，聚集在上海这里，在这两天的比赛争夺比赛的冠军。然后这几天的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的比赛，大家除了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悉尼3x2的比赛以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精彩的节目，不管你是悉尼3x2的粉丝还是暴雪系列的粉丝，一定能够享受这几天的盛会。这几天其实我们这一期的比赛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悉尼争霸系列的第一个版本，悉尼争霸一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998年的三月第一期推出的，所以说到现在是刚好18周岁的生日所以大家现场的观众刚才进来的时候，在那边的长廊应该也可以看到悉尼争霸的18年以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见证所以很高兴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一起为悉尼争霸的庆祝18岁的生日。Mr. Lee is very excited to welcome all the play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ame. And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it marks the 18th birthday of our StarCraft. We all love it. And 李总，那么今天是悉尼争霸18年这个周有意义的日子是不是有一些福利给我们的现场观众呢？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几天的内容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好礼送给大家，包括现场的观众，包括在直播屏幕前面的观众。那18周年嘛，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前菜就是悉尼争霸二里面有个很受欢迎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炭治我们准备了18个炭治宝宝先这个小礼物作为一个前菜送给现场的观众，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好 good, now so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probes for our let's say all the viewers here. So Snakes,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have this?I actually don't. And for those of you that are watching online, so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is in celebration of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StarCraft, we're actually giving away 18 probes to the audience of everyone that's made it out here, so we'll have some 18 lucky people here. Yes,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给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发送这个小宝宝，方式很简单，就是扔所以大家看谁更热情，谁能抢到，让我们看大家的热情。好，各位，大家把手举高一些就能抢到，你们过一块到底睡觉吧，3、2、1走。啊，别人一下，随便喜欢的都睡觉了。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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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块，哇，估计看直播的朋友现在肯定是羡慕嫉妒恨来的所有观众的福利，也希望将来大家也能多多来现场支持我们星际争霸二的比赛。谢谢各位，掌声鼓励所有收到的朋友们。来，谢谢强哥，谢谢谢谢谢谢。All right, okay, I really like one of those pros, but let's back to the game. 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比赛。Yeah, obviously we are all here to watch some amazing StarCraft 2 games, and we have 16 players that ca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ir shot of becoming a WCS champion. Of course, now we're down to 8 players now in the quarterfinals that will be happening today. But only one player will walk away tomorrow with $16,000 as well as 1,000 WCS points.没错，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会见证2016 GBL 黄金国际挑战赛及 WCS 世锦赛中国站的世界冠军诞生，他们将会在我们的1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中脱颖而出，拿走16000美元现金的奖励以及1000 WCS 的积分。那 OK,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对选手们的感觉如何，那我也想采访一下 Smix. So Smix, what do you think of all those players?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any comments?Well, obviously all of them are incredibly talented for making it this far. But if I had to point out 2 players, I need to mention Haas because I feel like all of his games always produce a lot of drama. Everyone knows that he's a very, very aggressive player. And yet his games, I always feel like, produce so much fun and drama.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ow those games play out.
那么 Snake 喜欢所有的选手，但如果一定要说其中一两位呢，第一位就是我们的 Hash， 那他的比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戏剧性，永远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那他也很期待接下来比赛 Hash 如何表现。 Anyone else？And if I mention one more player, it is Snood. And everyone knows that Snood is a very, very talented player, but he actually won a championship title earlier on in the beginning of Legacy of the Void in China. So I'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if he can take on one more title in China. 好，那另外一位是非常关注的选手呢是 Snood. 那他之前已经在中国拿到了一次我们星际项目的冠军，接下来看看他是否能蝉联呢，让我们拭目以待。Now, of course, before we get started with all our amazing games lined up for today, we are kicking the day off with a show match between two Chinese esports legends of F91, and of course, his name is actually Legend. Yes, 那么正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有一场表演赛啊，将会请上我们中国两位星际争霸项目元老级的嘉宾啊，分别就是我们的 F91 和罗贤。不过在表演赛之前，让我们来先看一段 VCR， 有请。WCS 世界锦标赛中国站星际争霸表演赛，好，让我们热烈欢迎 F91 孙一菲以及 Legend 罗贤。StarCraft 1, and well, we all know that, well, maybe to the viewers all over the world, I need to do some little introduction, I'm going to do a little interview. Now, here is F2L. So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It's been a long time for you not playing StarCraft 1.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Do you still have that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我来翻译成中文。九幺哥，你没有练习星际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的状态还能和之前的世界冠军星际去比吗？首先我星际从来没有拿过世界冠军。啊，第二，我觉得我很久没打，大概就也有个五年没打，所以说今天不比赛有点比较艰难。那有信心打败罗贤吗？不是非常有信心。我有信心，绝对有信心。那么 ，Well, F91 just said that it's been a long time for him not playing StarCraft 1, but I believe he's confident to beat 罗贤。That's my translation. Okay. Alright, and of course, Lege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Obviously, everyone knows that F91 was a very, very talented player in StarCraft 1, but now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so how do you feel headed into this matchup against him today? 好，我来简单翻译一下，我先说对吗？需要翻译吗？不用翻译，我可以直接回答。啊，好，那我翻译一下啊。那么我们的 Snake 啊，就是 F91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不过两位都是好久没有练习了，那今天你觉得您会发挥得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打过两位，我觉得打他还是蛮有信心。这个也太就是我在想，要不要那么快把他打死？Okay, let me do the translation here. So, Legend, even though he didn't play for a long time, he practiced for 2 months before the game. Still, you think that he will crush F91? That's his word.So, wow, interesting game. A lot of banter going on back and forth. Well, I can't wait to see who will come out on top. Players, you may shake hands and head into your booths, and we'll find out will it be F91 or Legend. 主要各队阵容，我
其的一场比赛，虽然刚刚两位都已经预测过，我真的觉得主要是不可能会赢罗贤的。然后现场大家可能都觉得是不能赢的。刚刚九幺在气势上已经输了99.5%了，悲戚的状态，这种叫示弱，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输了，反正我已经承认我打不过你，没关系。万一我赢了，我不能保证九幺会做出什么事情啊。赢了之后也许会跳舞啊，那是三叉戟跳舞了。我不知道会干什么，是深海中我们要使用三叉戟嘛，走到对方的对战房门口去。反正我觉得如果输了的话，螺旋至少应该是身败名裂的，然后九幺应该会用尽一身的这种学术，对吧？各种语言会去侮辱螺旋。我觉得螺旋应该以后就不会再见九幺，大家不会成为朋友。但我觉得他要赢还是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螺旋前段时间我看他大概在斗鱼练习了一段时间嘛，是。然后他在直播了一段时间，他回来跟那个斗鱼有一位新 P 的玩家叫猜猜，这个玩家大概在现在 VS 大概是19级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螺旋回来就把他掉了。所以我觉得螺旋应该实力保持的还不错。然后九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最大的问题是星之妈一和星之妈二的操作习惯的一个问题，会导致九幺可能有一些不习惯星之妈一的一些群众机制，导致他可能这个兵啊控起来，比如说小组他控的方法可能是有点不一样，再加上可能在编队习惯上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九幺可能在打星期一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就特别是星期在造兵的时候，因为星期那个，因为在现在是真的星期一中，其实不能全部兵在一块，要一个一个点过去。对，星期二是全部兵到一块。这贝勒在那挤在深海之中，有长矛和三叉戟，这算什么鬼吗？这种帽子科技的呀？没有，这叫拿出了自己的真正的毕生绝学已经出来了。那关键这边也应该放一个。他应该放城堡吗？其实说实话，这样的比赛挺好玩的，真的挺好玩的。其实我刚到上海，我大概10年前吧，我刚到上海解说的第一次大赛就是 NSO 的比赛。NSO 比赛的第一场复赛就是九幺对螺旋，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幕，就是九幺放了螺旋一个武力，然后螺旋侦察到了，微微一笑，这个武力，我不知道老观众应该还记得。然后就轻松走出，因为罗宪已经想好了怎么去破这个九幺的当时的这个武力的打法。但是呢，微微一笑有一个特别就是微微一笑，然后摇了摇头，然后就小样，你还敢放我武力？我已经想好怎么防了。然后自从那次之后，九幺就发明了经济型武力，就是武力之后怎么去运营。然后他们两个就通过这个武力和修地堡之间的这种博弈，然后产生了一个很强的一个战术的螺旋式上升，大概有3年的时间，他们就在这个上面就讨论这样的一个战术，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算棋逢对手了，那么多年了，10年的时间，他们基本上在棋里是一个水平最高的代表，在中国，对，从中国四大天王嘛 ，TJ 螺旋、九幺和 Super 四大天王，然后另外两位选手没有到现场，比较遗憾的，但是我觉得这场经典的对抗对于很多星期一的老玩家来说都是。可以说是一种回忆，一种青春的一种起点嘛。就是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觉得啊，10年一晃就过了，真的10年一晃就过了。那个时候的你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刚来上海嘛，23岁左右，然后解说他们比赛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好玩的。好，那这边的话选手也是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比赛当中。据我了解，在星期一时期还是一个打偏快攻为主的，但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点误解他，
他当年最菜的时候是打天津冠军战术，然后实际上在他巅峰时期，他中后期的运营还是非常强的。我们看 Destination 啊，上来是选择了一个裸双的开局，这个开局是 Destination 上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放水晶的一个位置。这张地图其实是有一个后门可以开的，但这个后门会有一个水晶。水晶的星期一有一个技巧，就是用农民把它踩的，盖在这个位置，然后用火机这样的一个技巧，不知道有没有用。当年在他巅峰时期用这样的技巧，用的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今天呢，他应该用不了，因为他可能会几个螺丝挤进去，因为这个调整这个位置要学的。我们看球员一上来选择的是欧九 D 的开局，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新进化一的重组开局方式。欧九 D 啊，这样的话看得出来，九幺一上来要跟螺旋打实力啊。这是他想好的吗？打实力的话，因为最开始也没有太急嘛，因为这个毕竟自己很长时间没有打了，在前期一些很极端的战术，可能时间也卡不住。对，螺旋这边防欧九 D， 我们来看螺旋现在的整个细节啊。当年防欧九 D 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先放基地，然后再通过一个建筑学放地堡，这样的一个，而且要用农民来卡位的一个位置，这个是非常极限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不知道螺旋会不会先放地堡，如果是先放地堡的话，证明其实他的洗地也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他应该还是先放地堡，还是好好放地堡，先放地堡，不让洗。这个因为小心机啊，这个机看多了以后，这个机就感觉，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没有歪的。